那你要求这个极小值啊，怎么求啊？这个大家应该更熟悉一些了。要求它的极小值啊，你去求偏导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要分别对我的阿尔法一对我的阿尔法二再去求偏导呗。因为式子当中啊，只有你阿尔法一和阿尔法二这两个式子嘛，你求整体的一个最小值，那必然是偏导等于零的一个地方啊。 让各自的偏导分别等于零，对阿尔法一求偏导等于零，对阿尔法二求偏导等于零，那我们是不是能得出来一个解啊？阿尔法一等于什么？阿尔法二等于什么？为什么能得出来解啊？其实你可以看，就是当前这个式子啊，什么、啊？这是一个二次项啊，对阿尔法一来说有二次项，有一次项；对阿尔法二来说也有二次项，也有一次项啊。只要它有一个二次项，那我最终必然能够求出来它的一个解吧。 所以说、啊，阿尔法一和阿尔法二只要让偏导等于零，这个解是必然可以求出来的，而且呢，还是非常容易啊，就求出来它的一个解。阿尔法一等于什么？阿尔法二也等于什么？但到现在为止啊，咱们是不是求出来了？阿尔法一是什么？阿尔法二又是什么？但是现在我们得想一个问题啊，刚才我说咱们是不是有个包袱啊，或者不是包袱，咱们有个负担吧？所有的阿尔法 i 都必须是大于等于零的呀。那这个时候你来看，咱们求出来解什么样？阿尔法一大于零。 满足阿尔法二大于零吗？不大于零啊，不满足我的条件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啊？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现在求出来解没有达到我的一个条件啊？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、啊？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得重新去想了。我得想啊，当我这个解在边界的时候，它的一个值是等于什么呢？所以说啊，等于边界就是要么阿尔法一等于零，要么阿尔法二等于零的一个时候。 对于上面这个式子、啊，我让它阿尔法一等于零，或者是让阿尔法二等于零，相当于啊是求我们的一个边界点了。在边界点当中啊，咱们分别看了一下，对于我原始值，阿尔法一等于零的时候，阿尔法二等于一个值；阿尔法二等于零的时候，阿尔法一又等于一个值。那这个时候在边界点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说啊边界点也得满足于我们的一个条件啊？ 既然在偏导处不可以，那我的解在边界上，边界上可不可以呢？对于这个式来说，阿尔法一等于零，阿尔法二还是小于零吧，还是不行。下面这个式来说呢，阿尔法一它是一个大于零的，阿尔法二等于零，这个式子怎么样？ 这个式子不就满足于我的一个条件了吗？所以说啊，对于当前的这个任务来说，我要么让它的阿尔法一等于零，0, 要么让它阿尔法二等于零。0, 我的解必然是在边界上。解在边界上，我可以代入原式，代入原式之后又求出来了一个新的结果值。那这样，咱们现在求了这么多啊，求出来什么了？是不是求出来了阿尔法一等于什么东西，阿尔法二又等于什么东西啊？咱们来看，阿尔法一等于零点二五，阿尔法二等于零。 阿尔法三等于什么？阿尔法三等于阿尔法一加阿尔法二吧。所以说啊，阿尔法三等于什么？阿尔法一零点二五，阿尔法二零，阿尔法三等于零点二五加零，还是等于零点二五吧。也就是说啊，到现在啊，我们终于求差不多了，已经把阿尔法一、阿尔法二、阿尔法三都求出来了。那对于上面这个式来说，是不是说一共就这三个数啊？把这三个数求出来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所以说啊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终于已经把这个结果已经求好了。 求好之后啊，咱们来看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是不是说我这个 W 它等于一个等式，它等于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咱们来看所有的阿尔法 i 乘上 y i 再乘上一个 x，这是我的一个 W。那你说你这个 W 有几个呀、啊？就是你的一个列，比如说你数据是一个三维的，那你这个 W 就是三维的；数据是八维的，你 W 是八维的嘛？所以说啊，咱照样往里带就可以了。来算吧，阿尔法，我得给它写一下，阿尔法 e 等于零点二五。 阿尔法二等于零，阿尔法三等于零点二五，0, 25, 往里去带呗。这是先来看阿尔法一吧，四分之一乘上 y i，y i 它是正立吧，乘上一，数据点三三没毛病吧？加上阿尔法二，阿尔法二因为等于零了，零乘任何数都等于零，所以说阿尔法二阿尔法二这项相当于约分掉了。阿尔法三，零点二五乘什么？乘 y i，y i 什么？它是一个负立吧，乘上一个负一。 然后呢，我的 x 什么 x 它是一个一一嘛，这是我第三个要门点，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就可以把我的 w 给它求出来了吧？最终什么 w 等于什么零点五逗号零点五，0. 5, 0. 5, 0. 5, 这就是我的一个 w。w 求出来完之后啊，那已经是万事大吉了。w 求出来了，然后我要求 b 吧，b 等于什么？y 等于 ws 加 b，那 b 是不是等于 y 减 wx 啊？就是一样的，y 你看把这个。 把这个右边把这个东西啊移过来，这不就是我的 W 吗 w 相当于是 WY 加 B 等于 Y，只不过说我把它移过去了，B 就等于 Y 减去一个 WX 啊，这就是我这个一个值。然后呢，咱们再来看吧。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说啊，是不是我 B 值可不可求啊？你看 Y 值是有的，是不是这个找任意一个点都可以啊？找任意一个点。 任意一个点当中，是不是阿尔法 i、y i、x i 这都有吧？所以说 b 能不能求啊？b 照样也能求。那对于当前这个式来说，你说 w 你求出来了，b 你也求出来了，这个式子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呀？这个式子完事儿了，是不是说我平面方程就得构造出来了？平面方程等于什么？你看现在是 w 一 w 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嘛。所以说零点五倍的 x 一再加上零点五倍的 x 二。 你再减二等于零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不就是我的一个平面方程吗？所以说啊，到现在为止，哎呀，咱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推导，终于啊把我这个结果给拿出来了。结果在给也给大家演示了，我的 S I S A M 我最终的一个决策边界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。那下面呢，咱们要来回到我这个例子当中啊，咱们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你叫做支持向量机？ 我把这个值啊，分别写上，x 一对应的是阿尔法一吧，阿尔法一啊，它是等于零点二五，哎，我这个这个字写这个磕碜，阿尔法一我重写一下，阿尔法一它是等于零点二五，阿尔法二呢，阿尔法二它是不是等于零啊？咱们该自己求解出来的吧？阿尔法三等于什么？阿尔法三也等于零点二五，那大家啊，现在可以想这样一个事儿，我 w 等于什么？ W 等于所有的阿尔法再乘 y 再乘 x 吧。那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问题，在我求解我决策边界的这个 W 的时候，是不是说如果某一个阿尔法它等于零了，那跟它的 y 跟它的 x 还有关系了吗？零乘上任何数都得零啊。所以说，一旦有一个阿尔法值它是等于零的情况下，这个东这个样本点它有用了吗？它就完全没用了吧。再说一遍。 W 等于什么？W 等于这是一个累加和啊，等于所看下面这个写的比较丑，看这个就是 W 等于什么？所有的阿尔法 i 乘 yi 再乘 x。那你可以想，有一个阿尔法 i 等于零的时候，是不是不管它 y 不管它 x 是什么，这个样本都没用了？因为这个样本乘上啊乘上一个零，永远是等于零的吧？相当于是对我最终的结果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影响。那所以说啊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。 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现在对于样本点来说，哪些样本点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了一个作用啊？是不是说那些阿尔法不等于零的？你看，这阿尔法不等于零，这阿尔法不等于零。 那你说，最终的决策边界由什么来构成的？就由这些阿尔法它不等于零的样本点来构成的。也就是说啊，一个最终的结果是等于什么？是由它边界上的样本所构成的，而由它非边界上的样本是没关系的吧？你看。 边界上样本阿尔法是非零的，非边界样本阿尔法必然是等于零的。这个呀、啊，就是知识相机当中啊，它的一个通理了。所有边界上的点阿尔法必然是不等于零的，所有所有非边界上一点阿尔法值必然是等于零的。那这个叫知识相机，大家明白了吧？知识相机啊，说白了。 这个基指的就是你的这个决策边界，你的决策边界是由什么来构成的？是由你的一些向量所支撑的。有哪些向量呢？有这样的一些支持向量。你看，x 一，我说它是一个支持向量；x 三，我也说它是一个支持向量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所对应的一个结果，它们所对应的阿尔法是非零的。阿尔法是非零，它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一个影响。所以说啊，我就说边。 边界上的点是支持向量，非边界上的点它就不是一个支持向量。支持向量会对我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，而非支持向量它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的影响。这个呀就是支持向量机的由来，整个的支整个的平面，整个的这个机是由支持向量所构成的啊，这就是我支持向机 SVM 啊它的一个含义啊，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。 这个非常重要啊！这个结论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！基本上面试很很容易问啊，就是，诶、哎，阿尔法等于零的这个知识向量和阿尔法不等于零的，它对最终结果产生什么样影响啊？那这个呀、啊，大家一定要清楚啊！这个题就是我都见过无数次了，因为因为就是我之前读研的时候啊，就是看过很多同学都都做校招吧，都做校招的时候，就是以他们很多都想去面试数据挖掘啊、及学习的岗位。说到识持向量，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，他都会问你，诶、哎，这个支持向量是哪些？它的阿尔法值等不等于零？ 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大家啊一定要清楚，就是阿尔法值等于零的，它就不是支持向量，它对最终的结果半点影响都没有。阿尔法是不等于零的，这些就是边界点，边界点会对我决策边界的构成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啊！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事情。 然后啊，咱们接着来看吧。这块呢，就是我做了一个实验。这个实验啊，就是这么一个事儿。咱们先来说啊，左边这个图啊，就是 n 等于六十；右边这个图是 n 等于一百。它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我当时做了一个实验，就是我看了一下，就是对于同样一个数据集来说啊，我取它的，比如说原来是一正常，它是一百二十个数据点，我取它的一个子集，取六十个点来构造一个平面，和取所有的数据来构造平面，我建立的决策边界是不是一样的呢？ 咱们来看，只要啊，咱们来看我这画圈的，画圈什么？画圈的是支持向量。只要支持向量是没变的，你再往这个平面当中啊加多少个点，加一亿个点，会对我的平面产生影响吗？都不会对我的平面产生任何的影响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，支持向量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数据点。对于任何的非支持向量，就这一片，阿尔法值都是等于零的。那你说现在六。 六十个样本点和一百二十个样本点，我构造出来的边界怎么样啊？从图上当中啊一眼看出来了，边界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你添加那个点，只要添加的它不是一个边界上点，对我最终结果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。这个就是我支持像量的一个含义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这个啊就是当时做一个实验，给大家看了一下啊，不同的数据样本点会使得啊我们最终结果其实来说呢，它是一个一样的。